来删除的话呢，我接下来第一步，我刚刚讲过，删除的话，请你怎么样？从倒过来删。那怎么倒过来删？记得哦 ，for 回圈第一个哦，你写一个什么 sub 删除列，哈、哦，其实你这样写可以这样写啦，你就打一个 sub 删除列 enter 就可以了。它其实哦也会自动帮你跳出底下的 n 刮弧跟 end sub。再来的话，倒过来怎么倒过来哦？你打一个 for i。等于什么呢？最后一列的话，你可以向下追踪。我们前面写过 range， 啊、追踪的话，我从 A1 帮我向下追踪，点什么呢？点 end， 好、哦，向下哪个方刮弧有没有？向下 XL down， 然后向最下面一列，哎，到，那么啊这边打个 to， 到哪一列呢？帮我删到哦，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要删到最上面去哦，大概就跑到这边就。就大概就哎到这边就 OK 了，到三，哎往上哦，应该是到四就停下来，这两个删掉就好了啊、哦，你不要多余删太超过，那变成上面的也删掉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基本上的话呢，我们哎就是让它跑到应该第三啊、哦，后面记得哦，它间隔的话我刚刚讲哈、哦、step 的话就间隔多少呢？间隔负三。就往上三个，往上三个，也就是说呢，我现在哈、哦，先最下面从哪个地方删呢？从最下面这个，哎，帮我删掉这两个。这两个删完之后的话呢，在这两个，有没有？就 step 有没有？这个到这一个的距离就是三个嘛，哦 ，step 三，那就那、啊、怎么删这一个呢？基本上你可以写这一个的话，它的叙述就是叫做这一列哈、哦、，rows 刮弧第 i 列。第 i 列的话，意思是说，我就把目前最下面901的这一个帮我删掉。那删掉的话，就后面加一个点，怎么删 delete。OK， 可是问题来了，我现在已经把这一列删掉了。那上它的下一列怎么删呢？其实啊，它的下一列呢，你可以把它怎么样？这个再复制一下。它的下一列的话呢，应该不跟这样，应该是上一列。那应该怎么把这个数字怎么样呢？它这个是901嘛，啊，如果这个是多少，跟它相差多少，相差1嘛，所以怎么样，减1不就好了？这个意思说，帮我把现在的这一列，啊，先帮我把这一列删掉哦 ，OK， 然后再把这一列删掉，然后呢 ，step 负三就一负三，意思说，再帮我把它移动到这个898，然后把这一列删掉，再把这一列删掉。再 step 负三，再跳到哪里？跳到这里，又间隔三个，那再把这两个删掉，以此类推，删到最后到三为止。我、哦、看第三的话，那我们一直跑到哪里呢？跑到这边为止，哎，跑到第三，不应该啊，跟你讲，应该是跑到这边才对，跑到四为止，四跟三 ，OK 啊，所以这应该正确的话，应该是 step 到四才对 ，OK， 到这边。好，然后把它删除，就大功告成了。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。当然这个地方它一下跑完哦，太快了，我设一个中断点 ，Ctrl 向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按一个执行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最下面一列刚好901。OK， 所以现在是901，把901删掉。好，所以这一行901删掉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901不见了。再来的话呢，901减一，哎，就变成900，900删掉。OK， 有没有？这一列也删掉了。好，然后再来换下一个，下一个的话呢，它要跳 step 的话，这个时候898的话是这一个，有没有？这个删掉，哎，它要往上，有没有？啊，再删什么呢？3月3号这一个，就是898减一，897删掉 ，OK， 有没有？那以此类推啦，底下就一样，再分别把上面的删除，再把上面删除，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有没有？那我这边就不要中断了，不中断的话，把它点开来。就让它全部跑完，哎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就大功告成了。